南拳北腿，东棍西枪，内家外家，少林武当，中华传统武术在几千年的繁衍发展之中，形成了特色各具、特点鲜明的拳种门派120多家，可谓浩瀚无边，多彩纷呈。但是无论是重桩功的还是重腿功的，无论是重肘法的还是重膝法，无论是重场门的还是重闭门的，无论是重长击的还是重短打的，无论是讲以刚克柔的还是讲以柔克刚的，无论是强调先发制人的还是强调后发制人的，无不以独特的技击法为其本门拳种的号召。武术，武术，无勇之术。有道是，在进不在力，在巧不在勇。又道是，技法不熟，战不能胜。武术的实质是练技法，是练巧打的方法。既然传统武术有那么多门派，而其技法特点又各不相同，那么暗熟百家，博采众长，就是习武者应学的课程之一，从而达到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对于从事武术专业的人来说，更是一条借鉴发展的捷径。八卦掌是一种以掌法变化和行步走转为主的一种内家拳术，它这个以武功与那个银土纳融为一体的。八卦掌讲究每它要转圈，练习时候要走转，每圈基本是八步，所以形成了前坎艮震蓄离坤兑这个八个方位，所以古名也叫八卦掌。八卦掌起源于清代嘉庆年间，就是董海川流传下来的。董海川他是他的门人众多，主要的有尹福、陈廷华、马维奇刘凤春、刘德宽和这个梁振普、樊志勇等等。现在在北京流传的呢，最主要的是以尹氏的和程氏、樊氏、梁氏这几种，他们之间呢大部分是代艺同事，所以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，也更充实了八卦掌这一拳种。下面我介绍一下他们这几种拳种所各个不同的风格。尹氏掌，他是练习时就是掌心含空，拇指内扣，以这个它的风格是冷弹脆快硬，所以它打起来就是非常迅速，程派掌，它的掌形是拇指外展，中指、食指上倾，四五指自然弯曲。它练的时候是舒展大方，也叫龙爪掌，所以做的时候
很舒展。也就讲到这儿，五指各分，齐形似钩，力虚道止，不可强求。樊派掌在北京也有流传，它主要是以瓦龙掌，以瓦龙掌的形式是它的掌法。它做的时候是三角步，穿时候是打四面，走八方，啊，走的时候是三角步。梁派的风格，跟以上的几个掌都也相似，大致上走的也是瓦龙掌，掌心要空，虎口撑圆，指尖上倾，背如瓦龙。我的祖父高文成是八卦掌第二代传人尹福和刘德宽的弟子，后来传到我的父亲高子英。八卦掌从我父亲那儿传到我这一代，我们这个家是到我这儿，家里是第三代。八卦掌练习时要注意做到头颈要上倾，叫头顶悬，要做到三空，也就是胸空、掌心空、脚心空。胸空气降丹田，掌心空十指力拳，脚心空周身力后。八卦掌的技击，他这个走的时候技击方法是以掌当先，掌法的变化和行步走转，一般走的是要避正就斜，以斜打正，要虚实莫测，啊，有虚有实。打的时候，做的时候要变化，要快，啊，动的时候，啊，要揉的时候是柔里藏针。要快的时候要有惊炸力啊，也是迅速，比如说啪切掌，啪。八卦掌这个走法上，这身要步法上是走的时候大步是走汤泥步，就是擦地而行莫要擦，走的时候平起平落。做的他的腿法是以茧形腿啊，颈要顶啊，头顶要悬，中履要正直，提肛溜臀，所以练习八卦掌是老少皆宜，年岁大了也可以练，年轻的练得更好。除了汤泥步，还有一些练的自然步，也就随意走，
还有一种叫豪型步。抬腿是畸形，慢慢抬起，伸腿是豪型，落地是驼形。这种练法就更吃功夫，练习的时候要稳、匀，所以这个对于老年人锻炼身体更加适宜。